今日情人节，我准备咗一个惊喜俾你啊，你一定会好开心噶。吓，系咩惊喜啊？就喺呢度啦。吓，今日情人节喎，咁我仲着得咁靓。嗯，我咁着好似唔系咁啱快餐店呢个场合喎。食快餐冇问题啊，我哋会一齐同甘共苦噶嘛。我讲下笑噶咋，点会喺情人节同佢食快餐啊？唔系啊，食快餐 OK 噶，只系我最近怕光、眼红，多咗眼屎又流眼水，都系唔食饭啦，翻屋企唞下好。果然系你结膜炎怪喺度搞事。嗯？哇！嗯？哈哈哈！咁都俾你发现咗我，依家转天气，仲唔系我出嚟搞搞震嘅大好机会？哈哈哈！嗯，不过结膜炎有几种，小月到底系边一种呢？等我问下医生先。咁病毒性結膜炎咧，通常就好似感冒咁樣樣，咁通常佢自己都會慢慢好翻嘅，通常都係一啲過濾性病毒導致，咁滴啲藥水都係舒緩下個病徵嘅啫。細菌嘅結膜炎咧，通常比較嚴重一啲嘅，咁通常都會令到比較多眼膠啊、眼屎啊，甚至乎擘唔大隻眼嘅，咁嗰啲通常都係一啲比較強烈嘅抗生素先可以醫治。過敏性結膜炎咧，就通常都係同季節有關嘅。咁例如天氣變啊，比較易鼻敏感嗰陣時咧，眼睛都會比較易敏感嘅，導致到都係眼紅啊，好唔舒服啊咁樣。咁通常都要用翻啲藥水可以舒緩個病徵嘅。結膜炎怪種類：病毒性、細菌性、過敏性，攻擊對象任何人。經常觸摸眼睛嘅人係高危，被攻擊嘅人士會眼紅、眼腫、痕癢、疼痛、流眼水、畏光等等。护眼战士，等我嚟对付你啦！过敏性结膜炎怪。再痛同流眼水嘅，睇嘢都清楚好多啊！咦，我哋头先系咪讲紧话食快餐啊？吓，咩快餐啊？我 book 咗餐厅同你食烛光晚餐，过二人世界啊！